好，这是我们那个烘干哈，烘干这是温控仪，温控仪的上面显示的是我们实际的温度，这是烘干箱里边的温度，然后下面这个地方是我们调节的温度啊。因为这个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是70度，你可以通过这个调节这一个，然后或者是上下80度啊，然后再按一下，这基本上就是80度。嗯，然后这个呢是我们这个风机，这是风机一、风机二，啊，一共是4个风机。现在这个风在里面已经是循环风。然后这一个呢是我们的加热开关，加热一、加热二、加热三，啊，包括加热四，这是4组加热，嗯，然后这是一个机停。到时候有这个按下去之后，然后整个的这个设备是断电的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门，到时候可以从这地方打开。打开之后，然后我们这个烘干箱的内部啊，我们有一个调节的一个窗，到时候这个都可以是通过这个什么调节的，嗯。这都可以调节的，通过这个螺丝，然后把这个板儿然后抬起来，它控制这个均匀的这个风量。烘干香菇、柠檬片、土豆片、苹果片、胡萝卜片、姜片、豆角。开始烘干，好，好，出出来，一出出来放地下。香菇，大姜，姜片，然后柠檬片，柠檬，黄金土豆。可以快收拾了，摆地上。快走！苹果片儿，胡萝卜，干豆角。窝蜂、红薯干、窝蜂、草莓、猕猴桃。